这是衣服穿比较多。感情状况怎么样？这东西关你什么事啊？关你什么事啊？关你什么事啊？回的真好。我有两位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片好吗？这部片是描述，其实是由一个真实故事改编，里面是说一个记者为了要调查一个案件，然后找到了这个杀人犯，希望从这个杀手的口中可以得到以前的一些线索，这个案件的线索。对，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来给这个伯爵拍拍手。我看过伯爵各式各样不同角色的演出，这回竟然来抢我饭碗了呢。不敢我社会线的，有个社会线的社会线，所以瞧不起娱乐线的。不哎呀，当年曾经轰动一时，一宅面的奇案，时隔数年竟出现惊人逆转。不要再追了，不管你是不是大记者，这些黑道白道要把你干掉。社会现金记者非常辛苦，你有为这个角色做什么样的准备？其实因为我很爱看一些这种，因为在网络上其实现在很流行有这种社会案件的故事，然后其实我从以前就很爱看，所以也特别了解这些社会记者他们通常在做什么。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并不难。我没有认识，但我对他们，因为他们都会上节目，然后讲那样，所以我大概对谈话节目，所以我大概会知道他们的工作性质跟内容，记者去把我自己把剧本里面的故事套进去，这样子揣摩。钟哥其实演的角色就更加艰难了，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很厉害耶，你的表情。每一个凶狠的眼神真的就是看起来像杀过十个人一样。这是赞美吗？对谁叫杀手，光是身上背的人命就是三条。你要怎么去揣测一个杀人魔的气场？开拍之前导演跟监制都有提供一些这个人物，对真实人物的一些背景跟他犯过的案件之外，从他的这些画面图片上或者是片上稍微可以看得出他这个人的心境啊、心态或者是他的调性，大部分其实都要靠自己去想象。那伯爵，现在你已经把记者演入魂了，所以如果现在这个场合是我们的新戏要上演了，你今天要拿我的主持棒，你要访问大哥，你要问他什么？好好问他，你现在的感情状况怎么样？专业记者通常会先问这个吧？对，不是时事吗？没有，对，你不要回答了，你不要回答，这应该是时事，对，那个娱乐记者比较适合。Ready Go！ 现在的感情状况怎么样？这东西关你什么事啊？关你什么事啊？关你什么事啊？回的真好，回的真好。那你先前你对他印象最深刻的角色，他是演什么？就是那个追梦者。追梦者。那你这一次再看到他演记者，你觉得有让你惊艳的地方？有。而且我几次一度一直在看他表演，因为前一个角色他其实算是比较大哥嘛。对，这次衣服穿比较多。对。